他刚刚闪退了，然后我换了一个手机，听得见。刚刚不是听不见，刚刚是他闪退了。刚才是他闪退掉了。吃糖，Z 公也上嘛？要明天才能知道上不上。明天复牌我知道，因为明天才复牌呢。谢谢落雨轩送我的小风车，祝你六一快乐！我要上 Z 的公园，不一定。声音正常点，我觉得因为刚刚我才睡醒。所以说就那个啥，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刚刚录完音之后，跟陆金婷就吃了楼下的那个茶餐厅，它今天导弹日打折，就去楼下吃了饭回来的。谢谢火辣我闻送的摇摇马，嗓子好多了，是的。他说他回来化个淡妆，然后我就说那我也回来休息一下吧，等他化完妆了再一起去排练。谢谢套路送的不倒翁。放个歌。昨晚排的是不是没有2点停电？他延迟了停的电。当时有个工人来提醒我们快走了，他说电梯要停了，叫我们快离开。然后我们就走了。哦，我跟你们讲，昨天我们回宿舍楼下的时候，真的我要被气死了。昨天晚上真的给我气的，本来我可以回来就睡觉的。小咪怎么样？小咪刚刚回来碰到他了，他很好，很不错啊。但是昨天晚上真的很生气，我跟你们讲昨天发生了什么。昨天我陆金婷，然后闹闹、灵芝还有韩月，我们几个排练完就一起回中心嘛。然后我们走到一楼。电梯口那儿的时候，就突然很远的地方就听到有猫在叫，就叫得很惨的那种，就是那种一直在叫，一直在叫。然后我们就过去看发生了什么，然后走近了发现那个抓的没有，就是它不是虐猫，它就是我们就看见那个。平时电房门口那就哦，电梯旁那个电房是关着的嘛，它就是开着的。它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一下，就发现小咪它从那个，它就在那个电网里面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。然后我们就因为当时电房很危险，它还没有断电。那个时候我们公寓这边还没有停电，然后当时韩月就进去了，然后我们当时可着急了，我们叫他快出来，因为那里面有电，碰到了什么就很危险。然后我就去叫保安了，我叫保安说能不能断个电，我们把猫给救出来。保安说他弄不了，因为这说什么在维修电路啥的，然后他就去联系了那个。就是电工，就是本来就是他们负责在昨天晚上电路维修，就是因为他来弄电路的时候，他弄完了，他应该把那个门给关上，他没有关上，就让害得小咪跑进去了。然后他来了之后，我感觉像，虽然说陆金婷说他应该没有喝多，但是我感觉他像喝多了一样，他说话非常的轻浮，然后一直在跟你开玩笑，然后。就长得就不像个好人，谁懂？我看他第一眼，当时来了2个电工，有一个电工就没说话，在旁边，然后也没说话，怎么的？就他话又多，
来了之后还一直跟你搭话，一直跟你讲，就跟你阿巴阿巴的讲话。然后我们就说能不能把这个电断一下，就是把小咪救出来。然后他就在那说，他说现在断不了，怎么怎么怎么的。然后反正就在那说，然后韩月就说，那你断不了，我们只能打119让他来帮忙把这个电断一下，把猫救出来了，怎么怎么的。然后他一听要打119，他就说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没必要，我现在给你断，行了吧？别把事儿闹得这么大，行吗？”然后就最开始求他把这个电断一下，他一直不断。然后后来听到说要打119，他马上就说：“好，那我打电话断，别打电话。”然后把电断了之后，韩月就进去救猫了嘛。然后他还要拿手机在那录，因为他最开始感觉就蛮吓人的嘛。然后闹闹。就拿着手机在旁边，就在那儿拍一拍，就是怕他做出什么行为，因为感觉他蛮吓人的。然后，但是我们也只是拍韩月救猫的过程，然后他也拿着手机在那里拍，在那里录。我们就说，我说你不能拍，我说我们没有拍你，你也不能拍我们。谢谢，实在是太可爱了，送的不倒翁。然后我们就说你不能拍，然后他就。没拍了，然后后来他进去的时候，反正就一直在那里用那种很轻浮的言语在那里说话，然后说我们不讲理，怎么怎么的。我说我们哪里不讲理了？我们只是想让你把这个电断一下，反正就很无语。最后把小咪救出来了之后，他就突然，因为我在后面没看到，然后我就突然听到灵芝和闹闹就发火了，就说，他说。你为什么要踢他？怎么怎么？他们就在那说。我说发生了什么？我在后面，因为那个路很窄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他们给我看了一下闹闹拍的视频，他把小咪救出来之后，把他狠狠地扔在了地上，然后一脚给他踢飞了，好无语啊！我就听见木板咚的一声，我还以为是小咪自己窜出来了，我以为是小咪自己窜出来掉地上了还是怎么？结果是他踢的，好过分！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，然后小咪一下子就跑不见了，小咪叫了可大声了，然后就跑不见了。然后我们就怕小咪应激，然后当时韩月、闹闹还有灵芝他们就跟着那个男的就去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。然后我跟陆金婷就去找小咪去了，我们就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。然后我们又怕闹闹那边出事儿，因为毕竟大家是女孩子，那再怎么也那几个电工也都是男的。然后我就过去看了看，然后就看见那个男的蹲在地上抽烟，然后闹闹他们三个就在那儿跟他讲道理，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踢他。然后那个男的就是那种态度，我就很无语。然后我就过去说，我说那你说。他，你为什么要踢他？然后他就说，他说他咬到他了，他说他咬他了。然后我就问闹闹，因为我确实没有看到他咬没咬他，我在后面，我说他咬他了吗？闹闹再给我看了一下视频，小咪根本就没有咬他，他都一只手把小咪的后脖颈拽着了，人家怎么咬他嘛？他一只手把人家的后脖颈拽着，人家怎么咬他？我就很生气，我就过去问他，我说：“那你说他咬到你哪儿了？”我说：“他真的把你咬到了，我出钱给你去医院治，行吗？”他一听这话，他知道他们当，你们知道他当时多恶心吗？他一下子就凑我贼近，他当时离我的脸可能就只有一个拳头那么近，他突然就凑我很近，说：“他说。”谁要你那个钱？你以为你那个钱很多吗？什么什么的，给我吓死了！我当时手里还拿着电蚊拍，我差一点一个电蚊拍就给他呼他脸上去了，好恶心！我真的被我，而且他当时还在抽烟，满嘴的烟味，好生气！我现在想起来就很生气，感觉我戏好多，找不到聊的你就是那个电工，什么意思？你礼貌吗？给你踢出去，好无语，真的很无语。他非要说人家咬他了，我就说呀，我说他真的把你咬到了，就是我出钱给你去医院治嘛，毕竟确实被。
猫猫咬到了，这种还是要去打针啊，什么什么的。电工在看直播，不知道。无语，真的很无语。还是别论，我当时手里还拿着电蚊拍呢。对呀，他想干嘛？他刚刚明明就坐在那，离我很远。他听到我这句话，突然就，是我长得看着好欺负的样子吗？他们三个就开始跟他在那说掰扯那么久，他都没有那样。我就过去这么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突然就贴我很近。当时闹闹他们还拍视频录到了，真的很无语，气死我了！给我真的就吓出阴影了，我感觉我这段时间，我再看见那个长相的男的，我都会有阴影，感觉我在羞辱他。我羞辱他什么了？我就说，我说如果真的把你咬到了，就给你出钱去医院看。我说把你哪里咬到了？然后他就一下子就凑我很近的在那说话，然后满嘴的烟味往我脸上扑，给我气的，听着就好吓人。就是，而且他说话很轻浮，他后面不是就走嘛，然后韩月就说，他说你别走啊，你走干嘛？就留下来，就是说你走干嘛？我们再跟你讲道，然后你知道说了句什么吗？说了句贼让人下头的话，他说我不走，留下来干嘛？跟你睡吗？我去，这男的，我去，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就。还在那说什么夜总会什么什么的，好好没礼貌，真的好没礼貌，好生气！现在想，昨天晚上为什么睡这么晚，被那男的给气的，后面真的给我气死了，脑子有问题，嘴也很脏，就是，好没有礼貌。难怪6点才晚安，因为后面一直在找小咪，就是怕他，就是说怕他应激了。因为当时他在那个电房里被困着的时候，还一直在流口水，就是怕他被电到了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后来没有找到，但是今天看见他又来。又在我们公寓门口来吃猫粮了，因为昨天给他放了猫粮，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来吃了，就说明他没事儿。对，就是怕被踢上，真的很重，踢到肚子上，很大一声，气死我，气死我！好久没有遇到这种人，突然一下子又遇到了这种人，真的会一下子给你气的。不是人美心善什么的，就是说，那只猫猫是一直都在我们这栋公寓的，大家平时路过都会给它喂喂吃的呀，什么什么的。谢谢右手送的摇摇马，这个什么 DFXR 是什么意思？谢谢右手送的不倒翁，这啥意思？对呀，小咪都在这儿好久了，他比我在这儿的年龄都大了。对呀，真的给我们气死了。昨天，小咪都是我前辈了，别问打不出来，好吧？哪里来的电？就是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电工，不知道公寓在哪里找的电工。他当时不是跑了吗？哦，他当时最后巨搞笑，当他最后跑掉了，真的是跑的，直接跑走了。然后他的那些同事也不说，就是说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不知道。哦，羞辱，懂了。对呀，我们要投诉他，我们已投诉他了，已经。虽然说不知道有没有效，感觉这种投诉也很难投诉。他昨天，他要是靠我再近一点，我就真的报警告他，告他性骚扰了。真的，他当时昨天再离我近一点的话，生气，就应该给他一个电蚊拍。我如果当时真的给他一电蚊拍了，我算是正当防卫吗？给他一逼斗，生气，生气，生气。
生气死了。不算算呼，凭什么？我真的感觉我被他骚扰到了。他昨天突然凑得很近的时候，真的给我吓到了。我真的感觉一瞬间，我觉得我被他骚扰到了。那会激怒的，是他先那个的，对，是他先那个的。我当时真的被吓到了，我被吓到的第一反应是有点，我当时有点懵，我没反应过来。我要是反应过来了，真的会给他一电蚊拍拍上去的。我打他，我有错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已经超过了那个叫什么安全。那个叫什么呢？安全范围了，他没接触到我，他身上的烟味都扑我脸上了，真的很来气。难道非要他脸贴到我的脸上才算骚扰吗？打他可以说是自己被吓到不小心的。骂回去，骂报警很简单，他侮辱我。主要是他好像不是物业那边的人，就是物业那边请的那个什么，请的外边的。对，是外边的电工，是第三方。不能动手，真的很麻烦。嗯，好过分啊，真的，这种还不能动手，凭什么不能动手？他已经隐形动手了，他的烟味打到我了，我就说我被他吐出来的烟味扇了一耳光。小女孩别想跟男性动手。业务请的也是登机的，别纠结这个，不是纠结，是真的很生气。我真的800年没有遇到过这种人了，好惨，好可怜，你还哈哈哈哈，保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，好在应该见不到他，难说，他要是。没有被开除以后，再来这儿，那个的话还是会见到的。学个散打，动手可能会激怒他。有的时候真的觉得，为什么我是个女生？园区以前就有，但是。就是怎么说呢？以前那些他只会说说话啊，他只会就比如经常会有，经常会有你路过的时候，他就会问你吃饭啊？那美女吃饭？美女吃夜宵吗？哎，美女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去啊？怎么的？就只会这样，只会这么吼一句，你不理他就没了。这个是真的。像跟他接触过，喝多了胆肥了，是的。C2 事务人员，我知道啊，经常会有，对，确实是经常会有。他们说是这个区域的问题，他们说是这块区域的问题，经常会有这种。开除又不报警，不能如此。醉汉容易不考虑后果，没喝，他没，他不是醉汉，这是最恐怖的。没有喝多都是这个样子，喝多了还得了？喝多了还得了？他这种，三个哥。城中村背锅，笑死！
感觉可能就有点像原来在重庆那边的五小区吧。出门最好大家一起，园区，HDH 是什么？我们都是一起的呀，我们都是很多人一起的，我才不会。哦，之前会，现在不会了，现在不会一个人大晚上在外边了，带点防身的。虐待动物，就是我也觉得他就是这种虐，你们。前两天有没有刷到一个抖音？就是有个男的，他大晚上喝多了，把他们家的狗砍死了，然后把他们家的宠物狗，然后他说，然后他对他老婆说，他说就是这就是你对砍柯基，对，我觉得真的他虐待宠物，就是说就是有那种倾向，这种人就真的就是。他虐待他，不把宠物当命的人，也不会把人的命当命的。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那种潜在的犯罪分子，见不得这些，是吧？我也是，我当时看的时候，我真的，这种人就去该应该去给我下地狱，行吗？对啊，他对他老婆说，下一个就是你。怎么会有这种人呀？绝了！想起你家狗了，一点受不了虐待小动物。对呀，而且昨天他就在那说，他一直我们说要救小咪的时候，他一直在那说，他说不就是只猫吗？怎么的？而且当时小咪在里面叫得很惨，他让我们走。当时小咪在里面电叫的很惨，一看就是被电到了，出不来了。他非要说是我们把他吓进去的。他说：“你们走，你们走了，他自己就出来了。”他是看不懂吗？很明显就是被困在里面了呀，那个网都把他缠住了，而且在里面流口水，在里面都已经肯定是被电到了，电都电的在那儿口水失禁了。他还在那说。你们走了，他自己就出来了，受不了，像是听不懂人话一样。跟他说，猫都有人喜欢，你有人喜欢，无语死。猫跟他有什么仇？哦，最开始我跟你们讲，当时说了一句话，贼吓人。当时我们小猫小咪还没有被救出来的时候。他在那说了一句，因为可能我们一直让他把猫救出来，给他说烦了，他不想救，给他说烦了，他说了一句，他说好，然后他打完电话，就是让那些人来断电，然后让那些人断电把猫救出来。他说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完了，卡死他。他就是说把小咪弄出来了，要卡死他。我去，当时把我们惊的。月月就问他，他说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”他说：“我没说什么呀，我是说哈死他，怎么怎么的。”我也没听懂他是说了个什么粤语方言吗？他是说了一句方言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。当时给我们惊呆了，说怎么能说出这种话的？我也觉得，当时如果我们没在的话，他估计真要这样。大概发音就是"哈死他"，"哈死他"还是"卡死他"来着？没有听得很懂，他自己在那里嘀咕的，单纯的素质低，是吧？我也觉得，卡在你们那是摔的意思。我去，那可能就是这个粤语。重庆话的"哈"也是吓死他的意思。万一说的不是猫，那还能是谁呀？难道说的是我们吗？天呐，说的不是猫，难道说的是我们吗？
就是嘛，我也觉得他说的就是嘛，这更可怕。天呐，太吓人！他应该不敢。很难说，很难说。昨天要不是其实虽然说很晚了，但是园区人还是挺多的，我都觉得他，我都怕他，因为当时月月他们追上去的时候，我就想我去劝他们来着，我说没，真的别这样，我说。还不如打电话给他们公司投诉他，因为我确实觉得昨天还好是园区里面人多，不然真的太吓人了。因为昨天园区里面可能是晚上要搞什么，就是要修电路什么的，人还是挺多的，还是有很多保安呀，还有那个电工呀、别的电工呀什么什么的，确实很危险。排练，对啊，我们昨天就是大家一起的。难忘的人不知道诶，这种人属于是自己生活不如意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是这样。放个歌吧。陆敬亭怎么还没化完妆？被气到了，难怪说昨天要停电。对呀，昨天停电。虽然说他这个停电还好吧，他就中途断了3次电。眼神清澈的大壮，什么意思？好，放个算什么男人？他也不是算什么男人了，他不是说作为男人什么，作为一个人，他应该叫算什么人？算什么人？不是人，已经失去了人性了，这种人。他要是。他就总觉得有本事，他下辈子去当只猫，真的是无语。昨晚摸黑排练，没有摸黑排练。昨天那个玩的时候，昨天那啥玩的时候，我们就走。那个人说要断电的时候，我们就走，给他超度了。这首歌你要开始一了，为什么？广州太热了，全楼都用空调，真的好热。踢猫就是他还踢的是肚子，肚子不是最脆弱的地方吗？下辈子当只蚊子，就是我昨天拿个电蚊拍是为了打蚊子的，然后陆敬亭说我像是拿着要去干架的，笑死我了。我拿个蚊子是因为，呸，拿个电蚊拍是因为太多蚊子了，我真的太招蚊子咬了。我拿着电蚊拍都被咬，谁懂？我拿着电蚊拍都能被咬。然后陆敬亭说："我拿个电蚊拍冲到那个男的那去的时候，我像是要去干架的一样，笑死我了。"等他投胎成蚊子，我就一电蚊拍拍死他。昨天成都36度，今天28度，我去也降那么多，羡慕成都就是。拿个蚊子咬死他！我要开个嗓，我还有两首歌没录呢，因为我今天迟到了，所以说我只能敲人家没有录音的时间去录，我等会儿晚点去录。害他记得电蚊拍通电，那是肯定的。这一首我会唱的，他们那个 mini live 开始了吗？有人在现场吗？我本来今天还准备跟着去 mini live 玩一下的，结果早就开始了。
结果我睡过了。哎，本来还准备去玩一玩，开了口袋直播。啊，我没有小号。谢谢艾斯曼送的六一礼物，六一快乐，已经开始了，好吧。谢谢送的六一礼物，六一快乐。表演刚开始，他们是在 mini live 开的直播，还是说他们已经表演完了开的直播？缺五分，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。荒草丛生的青春，早已过得安稳。刚开始，那刚刚有人说早开始。数着一圈圈年了。哦，不是迷你了，好吧。明明妈妈是我的自尊，就该一次次离分。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，可惜从没找不到调。好听，感情充沛，充沛，鼓掌。说的路也好吧。微信视频号有直播，看一眼呢，我去。做不到呀。哦，做到了。然后呢，微信在哪里看直播啊？直播。好久没看 KTV 直播了，因为我很久没去 KTV 了呀。再坚持两天。我们有小甜歌，点击图片获得 GZ 见面会偶像生图，什么意思？暴雨。此次离分，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。在哪呀？视频号。我不会用微信，微信真的不会用这个东西。视频号，哦，看到了，哦，看到了。哎呦，他们还穿的汉服啊！看一眼。我去，闹闹那个头饰也太夸张了吧，这么大一个。临场反应，我下巴来为大家献歌一首，是吧？大家第一首歌就把大家唱出来。我去，骚了，天哪，没认出来。这个活动就是很。下巴先开启我们的啊。来看看我们。对呀，闹闹那个发型都垫到一米七了。下巴很偏爱。也太好笑。偏偏就是给到了下巴一个机会。你也好想看，微信搜成艺会视频号。这是谁唱这首歌？他比西西还高了。现在你在我眼前，
我想爱，请给我几杯。如果我错了也承认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仙剑谁懂，谢谢送的荧光棒。昨天月月在那问闹闹有哪些歌会唱，像什么仙剑一仙剑三的歌他都不会唱。这个人真的有童年吗？居然没看过仙剑。我明白没有不看我们走，你决定要不要陪我。你也没看过。对呀，怎么会有人没看过仙剑啊？怎么会有人没有看过仙剑？壮壮干嘛？对，我也喜欢仙一，我感觉好多人都喜欢仙三，但是我喜欢仙一。确实全损音质，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刘亦菲，又觉得刘亦菲长得很好看。啊，说错了，口胡，我喜欢刘亦菲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别艾特他行吗？我说过我不闪躲，对吧？刘亦菲这个名字不就是傻傻分不清吗？我上次说刘亦菲也说成刘丽菲了。你决定要不要陪我，让我感觉爱等你的依赖。又怕我不闪躲，王雨辰和王语嫣这两个字就非常的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，他们这两个字就是两个，你们想丽和艺都是一发音的，都是他们的那个辅音，都那个叫辅音还是元音，都是一，就容易读错。哎呀哇，说了唱歌好好听，鼓掌。说了唱，我是说了将饭头，可惜他的饭头今天睡过了，没有去到现场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曲目里面算是最燃的歌了。说了将，说了将，说了将，喊的都破音了。哇，这个弹幕说我喜欢蓝色衣服的。听了一些就是对嗓子好点吧，和那个歌曲。你在开嗓，我等一下要去录音。好，河内专场来了，那唱什么呢？唱一首叹云溪吧。我们唱一首之前就是很古早的一首歌，但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最开一开最清风，人家是醉飞霜。醉飞霜，我之前还很喜欢这首歌呢。团里的歌唱个完整是吧？小鞠的歌。小鞠的歌哭了，真好听。刚听到前奏我就已经听醉了。繁华传呐，舞动在不夜天。哇，西西唱歌好好听啊。耳边半句情话。哇，他唱歌声音跟小鞠还挺像的。如所有美好的遇到，也不想到和你并肩了。
闹闹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那个出外务。对。我想你四周闪电的妄念，他什么味很甜。什么时候开歌回直播？什么叫哦？下周行吗？下周我一定开一个，我一定开一个唱歌专场。等我嗓子哪天好一点。只看不见。想我的离歌，不许想。我注意你是那问前路。我死心扉都把你嫌弃美，鲜花成醉会落秀的秋水，是风归我们心纪念年华。我去，谁在发弹幕说王雨辰别太了？我去，不要不要在那里念我的名字行吗？是谁呀？爱和一年看浮光掠过你容。谁这么缺德？开歌回好寻常。我去，不要 Q 我，我去，勿 Q 勿 Q， 别 Q 我。给你们拉黑。带流量呢。哈哈。头一声着我等你情飞飞雨花坠。等我什么时候以后努力混个 A 班，我也可以去了。等我努力去混个 A 班的文凭，我也可以去 mini live 了。期待 A 班，下次考核是什么时候？像个沉醉，会落秀短秋水。A 班是能混的吗？我怎么混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去努力考个 A 班的文凭。梨花无你，彩云散朝夕。我现在是 B 班啊，我现在是 B 班，就差一级。只差一级，但差的可是天差地别呢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首唱什么？再来一首我们河内的歌曲吧。我想听《探云溪》。需要好好努力。对，有 C 班。天哪！我要点歌，谁去帮我点个歌呀？我不敢拿我的号点歌。我怕你们发现我微信号了。知道现在在哪个队跳吗？什么叫连王雨辰都能在 B 班？谁说的是三？谁说的连王雨辰都能在 B 班？没礼貌，就是。这首也是小鞠的普话，是吧？探云溪是不是唱过了？进了春秋冬夏，世间遗忘多少繁华。哦，是小鞠专场吧？今天斑驳青戈铁马，只留下孤烟黄沙。小鞠几首歌都不错。那可不，那可不，白发。月月唱歌真好听，快去给我 K 打弹幕。
韩月唱歌真好听。的一字一画，埋藏多少牵挂，要去那里打。辗转反打是你，我现在的嗓音适合打摇滚，别打这个了，能不能别 Q 我？去打去打，韩月唱歌真好听。我曾经留在枕上，晕开的思念被融化。谢谢西西，哇，林夕，别送林夕，谢谢林夕送的瑶瑶嘛，没有特效啊，这个礼物，这个礼物，这个礼物没有特效吧？饭头好甜，长得有啥不一样？他没有，哎呦，我去，手机掉。埋藏多少牵挂，放在月台上。看她长得漂亮，长得漂亮，点出来看看。你点个那个一千二的是啥呀？一千二的是什么礼？也有吗？六一的，欠过头了。娃娃机和琳琅花。谢谢三神器送的瑶瑶嘛，哦，娃娃机和琳琅花是一千二的，那凭什么我们瑶瑶嘛是四十八的？凭什么？没有特效啊，一千二的都没有特效。谢谢风呸田园犬送的小风车，让你看看，刚刚房间有，但是没有看到特效。辗转风干是你的泪啊，深浅勾勒出轮廓，无数几番情话。谢谢一步送的娃娃机，快看，长这样，长这样。谢谢一步送铃兰花啊，这个花不好看，娃娃机好看一点。这个花好土啊，这个花的特效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铃兰花是一千二的，我觉得把摇摇马做成一千二的特效不好看的多吗？谢谢火辣文文送的玫瑰花。那我们接下来又轮到谁了呢？轮到我们了。没看到，有啊，我看得到，我看得到。轮到上吧。赢在了名字，为什么？唱这个铃兰花是真的，我觉得为什么不把铃兰花做成四十八的，把摇摇马做成一千二的？摇摇马如果做成一个特效，肯定很好看。请求我唱的。谢谢今天离太近一点的妈送的巧克力，这里出了 bug， 是吧？有没有认同的？苹果用户赢了。你这几天就只能用屏幕看我，你今天病重啊？你真那啥？那你昨天还跟我们一起排练呢，又少赚几百块啊！你公演也不能上了，自己好好休息吧。今天说不出来话了，我去，放弃挣扎，别挣扎了，躺下吧。你想想，也就一百六，也就一百六，两天一百六，还是自己好好养病吧。我这周可以赚大钱呢，我这周能赚一天一百六，我两天我可以赚三百二，分你一百六吧。他阳了，对，他本来昨天痛的时候还以为他没阳了，结果真阳了。我这两天能赚三百二，分你一百六吧，怎么样？一直在发烧，只要进排练室。你这个是排练室那个症状吧？
对了，你这两天问问向向跟陈淑玉啥时候有空请你们吃饭。威尼五十，好大方的嘞，因为他们俩驻演我了，我要请他们吃饭。排练室空调比你们宿舍冷，你该叫你穿长裤去排练室吧，叫你穿长裤去吧，但是你没阳，好吧。我房间有那个药，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拿过来。单纯发烧是的，风寒感冒，好吧，我那个好像是治新冠的，不知道对发那个风寒感冒有没有用。长江千万里，过来他俩的，我但是我现在马上要去那个啥了，我要去录音和排练了，等一下，晚点。准备下播录。你看那些书，看一下附近苹果发烧是吗？一样的笑意。最近应该画好了。这周公演完他没有空，那你呢？你看看那天你公演完好点不？好点的话，我们回来吃。他刚刚叫我了，刚刚说八点出门，然后说出门了，然后他说再躺会儿吧，然后又躺下了。下午不是录了吗？没录完，下午没有录完，因为下午录到一半就是有别人来录了，就是他们本来就是排的那个时间录音的，就要等他们录完。给他发个消息，问他现在走不走。等他回我吧，他回我消息我就走了。今天去把 Z 队的扒完， Z 队的我老师说可以只上半场，我就上后半场了，前三感觉看着有点难，下次再学。是吧，上去学秀最美之人、明日的风、 Funky Night 还有支流，还好支流不怎么用血。好努力，呵呵，这不得努力吗？第一年不拼，什么时候拼？您上几号的？上三号和四号的。上两天的，都只上后半场。加油赚钱，好的，好的。刻在我心里的名字。周六周日，对啊，从两点上到晚上嘛。别干。别干，行吗？别干。看丹丹首演，他们首演不是二号吗？二号可以看看。你躺宿舍，二号我在排练室看。对，上最后五首打歌。正好西西不上班，我二号也不上班了。二号线下肯定不是线下呀，我三号公演呢，五场的，怎么可能二号线下看啊？听说我是重庆神童，没错，是的。嘘，我很低调，不要张扬。一起看他们首演可以呀、啊。
陆静静不会又睡着了吧？萝卜回我消息，店员应该会赶时间吧，明天等会晚点去，明天复牌的时候去问问老师，因为现在还不确定上不上，上不上得了，要明天复牌完才知道上不上得了。如果明天复牌完确定能上了的话，就应该会赶时间。我去找找他，我在一楼，他在四楼，我懒得爬。我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刻在我心里的名字，你藏在尘封的位置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没电梯吗？有呀，我也懒得走，怎么？我就是懒得走。除排练以外的别的运动，我都懒得走。我发信息了，他没回我，等他睡醒，应该不是睡着了吧？我去，可能最后还差一点妆没化完，再化妆吧。刻在我心里的名字。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。玩游戏吗？这周没，肯定玩不了。你觉得我这周有时间玩游戏吗？等忙完了才有时间玩吗？爬楼梯当锻炼，不要。排练就已经很累了，我拒绝其余的所有运动，拒绝除排练以外的所有运动。啥时候能忙完？六月吧，六月完了应该就能忙完了。最近太忙了。对呀，最近真的很忙。我本来还准备说这几天开个业务，可以画画头像和 ID 什么的，因为我之前的业务终于清空了。但是呢，看了一眼还有没有学的，还有没有学的歌，我放弃了。算了吧，先把我学完了来吧。画完了，最后一个画完了。发完了，已经发了，因为最后那个是 logo， 就直接投给他了。闭上双眼，握手会的时候直接给他画头像呢。对呀，本来准备最后几天那个啥开一下的，算了吧。开始悄悄在改变。三号，对呀，马上那呸，青春盛典行吗？青春盛典，我们发言严谨一点，因为想着写之后青春盛典还要开新的那种投票的奖励业务嘛，就算了，就先不开这个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做那个投票奖励呢？你们要是有建议可以给我发来看看。之前有人跟我说，原来有那种什么投票手写 ID 记小本本，十票是什么来着，忘记了。然后后面有什么定制录舞蹈视频什么什么的，忘记了。那说什么？不说这个说什么？说不会说话了。记分。
哦，你们那次真的，我发个微博，我看下面都在说我们第一季分卡，我还在想，我说是我背景音吗 ？live 里那个 live 图里面的，结果不是，然后我本来准备问也忘记了，结果你们说的是我手机壳背后的那个，那个是粉丝送我的耶，我手绘的时候，这个我，但是我没有小号。我能自己用大号给我自己投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是他送我的。我知道这个是可以那个积分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叫积分卡，没注意。我还在说什么积分卡？不行啊！我的积分如何？官网没满实名，还要官网实名。好。去排练喽，拜拜，让我这几天想想吧。二号我就把那个积分的奖励发出来，怎么样？二号发，拜拜，下了。这两天你们有什么建议可以发我看看。别玩游戏了，我真的要骂人了。你是不是最近都不了解我？不了解我就不要说话行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玩游戏了，我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玩游戏了，我服了。前两天我还在说，我说最近忙的我都好久没有玩游戏了，真的生气。Z 队还带吗？带呀，明天复盘呀。嗓门瞬间就大了，因为真的很生气。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玩游戏了，我的王者和吃鸡都没更新呢，神奇。好了，走，拜拜，排练去，拜拜，下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翻到他的 ID， 我要给他拉黑，因为。这个 ID 我记得已经尬过我很多次，已经这样过很多次了，真的生气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记仇，这个不是我记不记仇，这个是，这对啊，你这个是我真的很少拉黑人。这个 ID 主要是之前西西也跟我说过，这个 ID 说话太那个什么了，太受不了，就是说。说话有一点太脏人了，用重庆话来说，说话太脏人了，气人。拜拜，下了排练去了，拜拜各位。